掉魔多六合魂。台前行道，见义勇为的北海乌鹰，台前就天狗龙一件五百名军咯。经过数百回合，比分胜败，在了高岩之上，伫咧关阵的独眼龙，伊也想着要帮助着乌鹰杀退军咯，以天生之出了。使用着一十多天狗飞切法，乌鹰的小闪淋漓，无法近身。这个时阵的乌鹰大发雷霆之怒，特别使用翻扫天下的绝技。情形不对，躲之夭夭。大大，乌鹰杀地天狗龙之后，伊也点点无讲半句话，向前直进。这个时阵，独眼龙感觉非常的疑问，紧张在伊背后，因为独眼龙。看乌鹰的状态，敢若亲像阿霸王，所以也想着要开口解问。喂，我来帮助你杀敌敌恶，为何你连一句多谢都无讲呢？你无来，我也是照常过关呢。这是你多出一计。何况你我也无熟识，为什么要来帮助我？自作多情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好强。好性好道的人，但那安尼，这是我自作聪明啊。朋友，虽然薄薄的丝仔根打住着你的面容，可是你的形态，敢若亲像剑士天雷国迄个阿霸王，实在太亲像啊。请你唔当乌白猜。你是唔是会当将这个丝仔根脱起来，跟我讲话呢？任何人都无资格叫我脱这个丝巾。你到底是哪位人？中原人。你为何到这个鱼血前来呢？为了我的职责。你到底是有什么职责？代天行道，正义的杀手。哈？杀手？杀手两字实在是真歹听。六合仙师在咧讲，剑欲使人死之因，剑欲使人生之难。处世之道呢？饮几句无忧自在，乃一时快乐新鲜呐！哼，你对这个粗人说黑，实在是对牛弹琴了。好，卖讲了。我想你单独得要应付着这个赤鹅，实在太危险嘛。不如你我从今以后并肩作战。点起，鹰本来就是在天空飞飘，孤独之禽，不善交友。也不喜合群，过时啊！怪癖，这个人的癖偏，甲阿霸王拢无啥共款。假使伊那是阿霸王，甲我有一段金酒之情，为什么？啊，阿霸王，你到底是死，也是还佫活在世间呢？阿霸王啊！情海，情海。
元龙心中有三大烦恼，一来烦恼阿霸王的生死，二来烦恼着伊玉盒回转中原的凶劫，三来找伊的小弟达旦太子替娃娃找袂着，所以继续流浪四处了。有分啊！将这两个中原人甲阿登的这个南城。见通兵马，台湾水将达罗，我给伊问罪啊！我这边快点，温死的啦，咱两个温死的。哎呀，目睭开开啦，祈祷啦，祈祷啦！嘎爹嘎爹，巴拉嘎爹，巴爹巴拉三嘎爹，菩提萨婆啊！行行行，你点走喂？嘎爹嘎爹，巴拉嘎爹，巴拉三嘎爹，菩提萨婆啊！喂，小弟。喂，你是安怎奈捌阮的三大元老波罗高的老王爷呢？安呐，是安呐。哦，你讲哪会讲阮中原话呢吼？中原话我老早就通了。你何时认识到阮老王爷波罗高的？哼，真久了，真久了。是阮老爸，阮安官时阵就交陪了。哦，果然如此，安呐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都唔知影讲你甲老王爷真熟悉，真不足啦，安尼看你唔是六合的人哦。啥话？八合还是九合？你讲啥？我是要来找这个老王爷啦，啊，因为我想要来做生意咧，阮老爸交代讲，你若去瓦拉得要做生意啊，我要去找这个三大元老老王爷吼，伊会甲你指点明路，啊，来到这个沙漠中，啊，恁家未来就管趴伫干了，啊，是啥物意思嘛？啥物意思嘛？对。是的啦，是的啦，小王啊。我给你绑了，绑了，绑了，好绑。过来，过来，回信里，回信里。哦。都唔知影讲你甲阮这三条元老老王波罗加地，大家拢好朋友，真不错啦。因为我是奉统兵马台湾水兵令啊，你顺时着这个沙漠，那家属呢来到南城附近的中原中班的人，当作一笔给擒拿。无要去得失着你，吼、哦。总是你若见着老王爷，唔通甲讲歹话呢。那讲歹话，我都无管人罪。阿娘，那我头拄个时阵想要找老王爷，啊，但老王爷在咧倒位？哦，为什么？恁老爸交代要找这个三条元老老王，恁奈唔知伊在咧倒位？哎呀，你是怎样翻来翻去间呢？啊，哦，我一张地图啊，扎咧身躯，啊，恁车伫咧个位伫个咩拍拍到我这个地图煞从咧无去啊？啊，一无我就是爱照这个地图行啊，对不？我伫中原来到这。啊，路头生疏是第一出来了。啊，你行我，赶紧行我的地图。地图去予只黄山甲抬落去啊，无当吹啦。安尼好啦，也无我带你来去。啊，你咧歹人，你带我去，你咪拢袂安。都对，伊唔多怎甲咱牵起迄个牛条啊，杠杆。什么牛条啊，杠杆？意思是讲你会敢抬一抬？袂啦袂啦，我敢。哦，你是老王的朋友，我敢。哈。哦，啊，你就是我做统兵嘛，台湾水部下，你唔知我做啥物名吼？我就是叫做泥瓦托里啊。啊，你叫做泥瓦托里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家公啊，家母。你啊，大口袋。啊，你脑筋烧到大头。啊，那家公啊，家母。也无伊讲泥瓦托里，唔是家啊。无啦，这伊呢换阿名就对啦，我做泥瓦托里哈，安尼好。啊，你甲带来去哦。带来见老王哦，要不我无帮你刷哦。是是，小温啊，你登去这个南城禀告台湾水，你甲讲我带两个生意人，特别去见这个三条元老老王啦吼。啊，差不多无外久我就会登去啦。好，这边啊。啊，请请请请。啊，有影，我嘛未去你问你的名咧。哈，好好，你唔捌听到我的名吼？啊，要啦，唔捌听到我的名，我报一个你听吼。不能先讲。我就搞到了些今天太上台角，哎嘿，当归。这个名足歹记的，我叫你老大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哎，老水。哦，大，对下来。行吧，行吧，哼，看那水。王家千秋，千千岁。平心呐、啊，平心呐、啊，千千岁。哦，你讲我做啥物名？我就是将大陆台湾水播下，叫做泥瓦独立。哦，泥瓦独立。是啊，
后壁迄两位是啥人？这是中原里的朋友，因为因老爸啊，较早讲甲你至交，啊，所以因老爸交代来遮，啊，特别找你就对啦。我这中原有交杯一个朋友啊，他姓啥话？姓艾啦，姓艾啦。哈，艾丢丢，名叫袂记啦，甲我真好，甲我真好，嘿，叫做艾东欢。哈哈哈，大概看他写款哈。啊，你是后生？啊，大概我做艾东瓜。啊，我就是伊的朋友，我叫做真。好你遐大颗，同样咧，敢若像番薯呢，真大条。恁来遮是要从啥？请坐，请坐。哈，谢坐，谢坐。也就安尼啦。王家千秋啊，我就想讲，伫中原来到遮，想要做一个生意咧。我也是皮革商啊，就讲咱这边的牛皮啦、马皮啦、骆驼皮啦，种种叫兽皮吼，也安尼甲买转来，买转来伫中原的所在啊，做淡薄啊，哈，生意也赚淡薄啊，利就对。哦，要那安尼，我都拍一空，互你搞，你都赚个油水水咯，啊，绝对是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啦，啊，我讲互你听，咱这个人生啊。拢总是有烦恼，王爷千秋，你是咧烦恼啥？那你是一个安乐王咧，三条元老你上大，连迄个国王嘛是爱搁尊敬你，你要烦恼啥货？嗨呀，你都唔知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说你唔知影？我是烦恼讲我的后生波罗喇叭。哦，也带我的媳妇米娜波利，已经是十二年了。但是拢未生啊，一若未生，到即代就绝熟啦。所以呢，较大个江山，佮较侪钱、较好嘢，有啥物路用啊？对，这就是啊，我上烦恼啊。也是讲安尼，若未生嘛，使用本个咧，啊，用本个嘛。啊，阮这个中原路拢有一个例就对。若讲未生哦，也着去用刻个，吼，刻做命令主。哦，你讲安尼嘛是有理啦。啊，用本呢？恁两个敢要红做干？只要讲老王你若无去啊，吼，后壁这个啊，这真大条，嘿，这个无爸无母哩咧，哎呀，真巧哦，啊，真有福气，啊，真有气魄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会当甲收起来做囝，那袂歹咧。吼吼，这个我要红做囝啊，是啦。啊，家属老外后生做囝，生起来就是我的孙咯。哈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王爷先生，安来对安来对。王爷先生，王爷先生，哎呦，你的黑骨喘。我这生本这老毛病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阿当虽然是安尼来讲，阿我后生唔在有介意无？也我的媳妇在有介意无？结果一个问题呢，你话到底，嘿，王爷千秋，你甲带这两位哦，去见我后生啊，去见这个亲王波罗喇叭啊，甲讲这个详细情形给伊听。你甲讲哦，我有介意，我的两人有介意无？甲收起来哦，这个真大条会使收起来做干。做我的孙，哈，我将遵命。进去，了后油灯交代，唔通失礼多多啊。是了是了，遵命。好，来吧了，对过来对过来，行行行行。王爷，请你几拜。好，进，王爷，千秋。王爷千秋，你发水球？到底是你讲啥？迄就是你甲你惊你的意思。因为老王交代，叫我带这两个人来，目的就是要你选，看多一个会使选起来做客囝啦吼。因为王妃娘娘这久都拢无生啊。太本王观看得较清楚哩，我王妃特别选客囝，也无遐尼简单啦。一定都爱真英俊潇洒，文武相全，伊才会介意。米娜，在，你伫要选囝，甲看卖咧，看多一个你有介意？是啦，英俊潇洒，文武相全，人我都有介意啊。是啊，啊这中原人啊，你甲选起来，看有介意啊无？好啦，我甲看卖咧个。
哎呀，哎，安怎？哎呦，那遐尼歹啦，一个那像鸭仔样呢，啊，一个个咧像大哥，好斗好斗，实在看到会惊死人哦。你靠背啊，你翻啊翻几家哩啊呐？你有迄土力无文化啦，你迄唔捌字兼无卫生啦。喂，牛子哩，伊到底是咧讲啥？哦，伊说，伊是咧讲，这虽然。咱是瓦拉哥的人啊，但是又受过了这个中国文化啊，风度真好，角度真明啊。王爷，你手度阁有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眼光未歹，眼光未歹哈。嗯，王伟，未歹啦。后边迄个大哥大哥迄个有福气，迄个看真嘞，你免惊啦，免惊啦。哎呦，中国人哦，真聪明哦。好啦，阿来甲收起来，收起来做囝儿啦。哎，我王妃也欢喜，也王爷也欢喜，啊！你那乱转乌白转，好佳哉伊听无呢？啊！我这做翻译的人，拢甲你讲好话，甲你弯过，甲你弯转，也若无一声你就嗨啊！啊！那赶紧的，啊！甲叫一个老母嘞，啊！老母是要来叫老母，阮这老母叫爸爸，哦，啊！老爸叫做嘎嘎，啊！啊！伊会叫你讲杀你，杀你，啊！你免惊，有听无？哈、啊！要杀我？唔是啦，迄惊字叫做杀你，杀你。好安尼呢，好啊，安尼我拄个叫一下你，嘿，你要做菠萝喇叭，嘎嘎，哈哈哈哈，沙利沙利，爸爸，沙利沙利，啊，我的爸爸，我的沙利，爸爸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安尼好，小文啊，啊，国王已经收一个命令，主是中原人，真聪明，真有福气，也阁真缘投哈，安排喜宴，庆寿众三军呐、啊。实在真苦，处处跟咱作对。是，啊，这个北海乌鹰是毋是阿霸王呢？嗯，我看北海乌鹰可是阿霸王，也毋过阿霸王是无迄款功夫的。乌鹰的功夫胜过阿霸王有数倍。我这个独眼龙时常伫咧介并肩作战，真是使咱无计可施。为怎样这么久，恰我祖师并无跟咱指点，要用什么方法来收敌敌派？是啦，啊，大王。怎样？我想，那献美人计绝对会成功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跟他注重收拾北海乌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来去，请。现在变色狐狸施展妖娇的体态，特别威胁北海乌鹰。北海乌鹰已经通过三关，不动一息。这个时阵的乌鹰内心有数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的志趣雄关，两匹的甲人无同款。不怕心头乱，不怕心跳烦，无瘾管别人，也无瘾予人管，快快乐乐的人生观。每日两撇嘴手连关关，两撇的男子汉，不知什么叫做怨叹。在什么叫做困难？人生海海那茫茫，荣华富贵无稀罕，身体臃肿头一盏。啊，两撇的无简单，两撇的男子汉。人听我清楚，方才请我神君献身的交代，就是碧雕三杰来到这个通天峰决战啦。莫笑，你应付这个儒侠一文武七人行，是乡民多贵刁山，你应付老和尚，哼，替民燕祖金罗应付天星，是八
固定椅腿。洪天龙这大煞听着，原来是洪洞武林的破事毙掉了。赶紧将这个万恶的大罪犯天狗龙兄弟拢给我抓出来，洪林众人的活命，否则一点关三元不能永混啊！我不准的真会叫，看来太岁爷头上当土。这是你自吹死路啦！毕雕比了通天龙的首领，甲控破，防着这小鸟罗团团困阵。这个时阵，老关钱啦，我咧拼咧，哇，古神是咧甲人拼了。是啊，要赶紧帮助啊！安怎？来来来，三对三，哦，三对三，哦，三对三，伊就来个，啊，你这歹人，无甲你推了外国去耍，你唔知讲是老和尚厉害了。这个时阵，北海火鹰又闻将军通天红了，但是天不从人愿。喂，北海火鹰。你赶紧将伏面打解开，我看你的真面孔。什么？哼！万恶不赦的妖刀，赤鹅，利用假释的飞蛾来在你渗透着瓦拉的人民，我正义之格不能容忍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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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面刀打开你的伏面打，会当看到你的真面孔。我将你这飞蛾给你切断，看到你这赤鹅神棍的真面目啦！